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昨天我拿着这个月大部分营业额去买了一辆面包车，虽然是一个七手的十年老车，但是它真的很可爱。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想跟那些寻求合作的老板们说一声对不起，感谢你们的厚爱。为了跟我合作排两三个小时，就为了让我看一下合同。其实呢，我在网络上摸爬滚打也快十年了，对于这些变现的渠道也算是略知一二。我知道在你们看来，我聚焦了那么多的热点，收获了那么多善意，不进行流量变现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小数点的前移或者后位是没有意义的，我所在乎的是看见我会发光的眼神，是那个温暖的怀抱，是跟我合影时颤抖的手，是会站在那里笑着等我摊饼，还会夸我越来越好的人。目前的我还是没有掌握财富的能力，我不想把那些好不容易收集而来的善意变成那些毫无意义的数字，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赚钱的速度和流失善意的速度是成正比的。